秦国历代国君即姓嬴，从秦妃子嬴妃建立秦国到秦始皇嬴政称帝，秦国六百余年共经历了38位国君。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密切相关的是后秦时期的七位国君，他们是秦孝公、秦惠文王、秦武王、秦昭襄王、秦孝文王、秦庄襄王、秦王嬴政。一、秦妃子嬴妃秦嬴，公元前888年至公元前858年。秦侯魏祥其名，公元前857年至公元前848年。三、秦公伯嬴公伯，公元前847年至公元前845年。四、秦仲嬴秦仲，公元前844年至公元前822年。五、秦庄公嬴齐，公元前821年至公元前778年。六、秦襄公立为诸侯，嬴秦开，公元前777年至公元前766年。七、秦文公名魏祥。八、秦定公秦定公，魏即位。九、秦献公秦宁公嬴立，公元前715年至公元前704年。十、秦初子嬴曼，公元前703年至公元前698年。十一、秦武公嬴说，公元前697年至公元前678年。十二、秦德公嬴家，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。十三、秦宣公嬴田，公元前675年至公元前664年。十四、秦成公嬴在，公元前663年至公元前660年。十五、秦穆公秦六公嬴任好，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。十六、秦康公嬴婴，公元前620年至公元前609年。十七、秦共公嬴道嬴家，公元前608年至公元前605年。十八、秦桓公嬴戎，公元前604年至公元前577年。十九、秦景公嬴时，公元前576年至公元前537。二十、秦哀公秦地公秦公嬴稷，公元前536年至公元前501年。二十一、秦懿公魏即位。二十二、秦惠公嬴宁，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92年。二十三、秦悼公嬴盘，公元前491年至公元前477年。二十四、秦立共公秦拉公公秦立公公嬴驷，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443年。二十五、秦悼公秦悼公嬴兴，公元前442年至公元前429年。二十六、秦怀公嬴封，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25年。二十七、秦灵公秦肃灵公嬴肃，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15年。二十八、秦简公嬴道子，公元前414年至公元前400年。二十九、秦惠公嬴仁，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87年。三十、秦出公秦少主嬴昌，公元前386年至公元前385年。三十一、秦献公秦元献公秦元王嬴世袭嬴廉，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62年。三十二、秦孝公秦平王嬴渠梁，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。三十三、秦惠文王秦惠王嬴驷，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311年。三十四、秦武王秦悼武王秦武烈王嬴荡，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7年。三十五、秦昭襄王秦昭王嬴泽嬴稷，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。三十六、秦孝文王嬴柱赵柱，公元前250年。三十七、秦庄襄王秦庄王秦义人嬴楚，公元前249年至公元前247年。三十八、秦始皇秦始皇帝嬴政赵政政，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21年。三十九、秦二世胡亥，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07年。